Hello， 大家好，耳湾地产经纪人 Coco 鸡。七月是非常忙碌的一个月，我个人的单月销售额千万美金，那也很久没有给大家拍过视频了。今天呢，来到了耳湾的东木社区，也是耳湾非常火爆的一个社区。那么它这个社区呢，最后的六套样板间马上就要放出来了，这一周或者是下一周会放出来我身后的这三套样板间。走，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最大的一个户型三号，室内面积3256尺，占地多大呢？所见即所得，你要买的就是这套样板间。三号户型位于一个街角的拐角处，所以它是一个边户。进来可以看到两边墙都有做了装饰，地面是地板，一楼的半卫，一楼的卧室非常宽敞，可以放一个 king size 的床，这是全卫洗手间。这里是两车位车库，这里是储藏间，客厅，客厅非常宽敞，因为它把加州阳光房变成了室内的面积，所以院子相对变小，但是室内变大了很多。因为它是个边户呢，所以它的院子呢也并不小。你看看，这是它的侧院。正前方还有正院，厨房都已经升级到顶，颜色非常的漂亮，这个大理石的台面非常的考究，冰箱也是 built in 的，没有挑空的设计，那么二楼就是一个 loft， 是一个家庭房，可以在这里学习嬉戏，孩子们在这里玩耍。这里是主卧了，看一下主卧的窗外，这里分别是两个卧室共用的一个洗手间，还有洗衣房。其中有一个卧室是带阳台。OK。